蘇蘇之家，呢一個主辦機構邀請我哋嚟呢度表演。咁其實咧，今日咧，在場咧有好多義工朋友們咧，就拎住個箱咧，會即係希望大家可以出少少嘅面力去幫助啲更多有需要幫助嘅人啦。係，而我哋咧係咪應該鼓勵下大家多啲去？ 捐款啦，雖然大家已經買咗飛入嚟睇，大家已經做咗善事，不過咧為咗鼓勵大家更加去落力捐款咧，咁我同 Candy 而家就有少少嘅禮物係抌出去送俾大家，<笑>因為呢兩件衫咧其實係出邊係有得買嘅，咁而你哋俾嘅錢咧都會係送咗去一啲好有需要你哋幫助嘅朋友，咁希望大家中意我哋。大家準備好未？我掟個俾你。
時候我就訂 Vivian 啦。買飛入場睇我哋同埋另外三個單位一個 show， 咁你哋今日付出嘅金錢咧係好係好緊要嘅。咁今日大家咁有善心，其實大家都係好多粒美麗嘅星星，所以送俾大家跟住我嘅一隻歌《一顆星的故事》。Oh,
跟住咧，我哋咧係要有我哋嘅 surprise 出現嘅，係咪啊？咁 Candy 你講，我一路彈住喎。我哋今日有兩位特別嘉賓，請第一位上台，陳樂基先生。
時候跳落去嘛。一嘢跳落去，你又一嘢跳落去嘛？你咪蝦人哋啦！我同你唔好蝦人哋啊！Sail away with me。 哎，等先，好多謝麥當勞叔叔之家請我哋嚟啦，希望日後咧仲有更加多嘅機會嚟為你哋去更加去多啲付出啦，去做多啲演出啦。同埋今日咧，其實我哋都係好開心，有我哋咁正嘅 band， 可唔可以俾啲掌聲？啲掌聲佢哋Troy Nicky， 鼓手 Alman， 仲有。我 indie 時期俾一齊教嘢嘅阿聰，阿聰哥 ，bass 哥 ，bass 聰哥，彭宇晨，好，送多最尾一隻歌俾大家 ，Sail Away With Me。
Woo!